别说，妈都能帮你搞定。啊，妈妈是不是太难了？那都算了，我也有点难了。好，再见，等着，妈去救回。哦，路边捡的不要钱 Q 糖通通倒出来，将日本人化成拉丝状，倒入老人的鱼缸中，最后超上8000块一根的金箍棒。放进老王冰箱28800秒，超大棒棒糖软糖完成。那跟视频的一模一样，有头来的。走，哦，重重啊！快试试。我尝尝，味道跟鱼肠一模一样哎，就是有点费嘴。这次你要拉啥？哪里？啊？完了，解释不清了。中国大妈逛超市也不用练功，老外惊叹：中国人果然每个都会功夫啊！哎，必须的。哦，对了，接下来我叫娃的时候能不能给他们做好吃的呀？小艺术，到时候给你们做手一样长的大热狗。